爸，我要去找工作了。你去找工作？咱家石积木苞米地茶厂，你想累死你爹啊？您放心，我已经做好了万全的计划，等我赚了大钱，您就等着享清福吧。哼，计划可赶不上变化，别太自信了。哎，下一位，你的简历呢？这是证明我能胜任这份工作的100万个理由。承认吧，你没有理由拒绝我。条件确实不错，可我搜了你，他们可能不太高兴了。老人家的工作也强，别以为你年轻有优势，兄弟们不是。有了这次失败的教训，下次计划一定成功。不错，你面试通过了。果然，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本次公司那一游轮的螺丝帽在海上被那风神拉撞沉了。什么？公司原地破产？下次我一定成功。好好干啊，骚年。这次一定不能大意。老板，饮水机坏了。好，公司就地原地。我儿子放学了，公司倒闭。明天下雨，公司结算。这下你没辙了吧？哎呀，今天星期三，很幸运破产。别哭了，爸摘苞米吧。